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手榜。今天向各位介绍的这首歌曲是由韩国的三人混声团体 Solid 所演唱的《抓住今夜的尾巴》，非常1995年的 R&B， 也非常适合在这个炎热的仲夏之夜聆听。希望各位边听边回想起自己的仲夏之梦。
如果说华语乐坛有陶喆，那韩语乐坛的 R&B 传道士就一定是 Solid。他们三人都是在 LA 长大的韩裔美国人，在教会认识之后啊，因缘巧合下回韩国当歌手出了专辑，但他们的曲风以及发音啊，都尚未被当时的韩国乐坛接受，因此在发完第一张专辑后便回到 LA 了。没想到第二张专辑中的《抓住今夜的尾巴》这首歌呢，却突然间爆红了，一夕之间成为韩国 R&B 的代表，还发生了市场重新贩售第一张专辑的趋势哦。虽然团体目前是半解散的状态，但团员们都还在圈子里活动，主唱金朝汉更是持续的推出 solo 作品，被韩国乐坛称为 R&B 教父。那最近啊，刚好许久不见的 2NE1 主唱彭才在6月18号翻唱了这首经典歌曲。一开始啊，乍听之下有一点不适应，因为采用了带有点 City Pop 形式的编曲，不过越听越觉得抓耳，有别于原曲的浓深，在轻快的节奏中表达出了属于现代都市的离别与不舍，同样能带我们回到那个又酸又甜的仲夏夜。